晋唐时期，美丽的水乡苏州曾令人怦然，以狂草著称于世的大书法家张继。自草书被认为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晋唐时期经济发达，思想的解放使文化艺术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。诗歌、绘画、雕塑和书法等艺术风靡全美，张旭也诞生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。张旭自幼饱读诗书，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。他出任常熟尉，后又当到军武长史，人称张长史。文化鼎盛的客观环境为他的艺术事迹提供了自由取舍的空间。他把当时流行的天才书法发展为举法放纵、举世闻名、自行变法繁多的狂潮。张旭为人倜傥豁达，卓而不群。他善于诗作，隐隐飞巧，隔有烟，时机西畔稳于常，一直深入画得烫。在常熟时期，他除了结交文人墨客外，便专心于书法，怡然自得。笔法相连的情形在张旭的书法中得到更有意识的运用，成为草书特殊风格的一种法则。唐朝道教作为皇族的宗教显赫一时，唐玄宗曾说过：“儒学而外，提倡道教。”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张旭也深受影响。在道家看来，天性任何事物都是相生相成的，处于永恒的和谐状态中。张旭的草书追求一种逍遥游的道家境界，追求一种原始的极品。他的书法作品包含了许多道家思想，每每挥毫之际，张旭都有无意地把道家的思想融入书法之中，其狂草运转之势如有太极，内刚外柔，意态绝密。张旭善观物象，崇尚自然，他的书法中融入了许多自然的韵味，山川峡谷的形态，鸟兽虫鱼的变化，草木花卉的春华秋实，日月星辰的轮回交替等一切自然的美感，汇入了他的草书之中。欣赏张旭的书法，犹如欣赏大自然的景观，时而如暴风骤雨，时而如雨珠旋风，参差丽丽，静美挥洒随意，却也规矩，法不具备，形式平等。唐代书法的中心是法，法的美学观要求那韵度与法度，融形制与形材，达到书法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。张旭的狂草虽然出神入化，却狂得有法，狂得有度，狂得自然而和谐。张旭身处仕途，却心境无际，悲观薄露，恬淡处世。他酷爱饮酒，挥笔也往往出现在酒后，美酒有如催化剂，激发了他对大自然的满腔激情。酒后的张旭完全进入放逸境界，喜怒哀乐，头脑中的印象尽在现场中表现出来。狂傲不羁的性格造就了张旭书法艺术的绵绵形式，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悟凝结成深厚的内核韵味。张旭山碑草圣传，脱帽落枕传宫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，这是大诗人杜甫对张旭深厚的